家庭成员的英语，爷爷或者外公英语里面都是一个单词 grandpa， grandpa。注意这个 D 的发音，它可以发出来，也可以不发出来。Grandpa 或者是 Grandpa。奶奶或者外婆也都是一个单词 Grandma， Grandma。爸爸 Dad， Dad。妈妈 Mom， Mom。叔叔或者是舅舅也都是一个单词 Uncle， Uncle。姑姨 aunt， aunt。 兄弟，哎，也不分哥哥或者是弟弟，都叫 brother， brother。 姐妹呢也是一个单词 sister， sister。 侄子 nephew， nephew。 侄女 niece， niece。 儿子 son，son。 女儿 daughter， daughter。 今天的家庭成员你都会读了吗？你看国外很多都不像我们国内这么麻烦啊，哎，都是一个单词就可以代表好几个人称了。如果手机还有电，能不能帮老师点亮小爱心再走啊？